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我们三财漫谈现场口音的节目，我是何国栋，在这里先跟亲爱给您问好。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诠释一下什么叫无字天书。其实我明明有时为什么讲无字，它是叫字里行间，从这个字里只有三个字里边，你要诠释到非常宽广，研究到它没字的部分。我们原来中国文字是没有字，我们硬是用六书，用象形、用假借、用转注、会意、形声、指示，把它给呢编织成这样的一个字。那我们有这个符号，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诠释了我们所要表达的事物。所以我们叫文以载道，用文字、用文章来表示了我们要诠释的心境。所以呢，是从文字到文学到文化，从文字、文学、文化这样的一个一路走来我们发现到中国文字它是视为全世界最完整的一个逻辑符号。为什么全世界人都说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民族，也就是有这个文字嘛。你看我们有边读边，没边可以读中间，这些文字里面它有另外从文字以外潜藏的一个意义。你看我们看诗，这个诗这个字里面我们就很难去弄懂它。什么叫诗？一言以蔽之，诗无邪。这个其实这个诗左边是个言字，右边是个寺庙的寺。这个寺庙的字原来这个寺庙是中国文字最为奥妙的地方。这个寺就是什么？就是寸土。寸土什么？就是我们方寸宝地。什么是方寸宝地就是我们的心嘛。所以寺庙其实就讲我们的心。那心里的话，言嘛，言就是话嘛，心里的话就是诗。你要讲出诗，它是不需要用文字里面诠释的。所以文字就是用很高、很艰深的、很深的、很难懂的文字，不，因为心里的话就要让人家懂嘛。所以要懂得诗，要懂得别人的心境，所以就是一个符号人跟人之间需要用这个符号。所以这个文字其实是个只是一个潜藏在外在的，可文字里边还可以耐人寻味的，就它还有弦外之音。我不是先前讲到我们的圣经它有所谓的密码，四书也有密码，佛经也有密码，道德经也有密码，连同我们的唐诗它都有密码嘛。所以它是所称之为密码，就是鲜为人知，一般人所不能了解。像我们这个名字一看，这名字就很简单嘛，叫何国栋，就名字那名字里边他为什么还能够从这个名字里边来看出透露出他的吉凶祸福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成就失败，以致他一生的这个走运适合他不适合他。光是个何国栋全省的话呢恐怕成千上万，很多人都用嘛。可是有的人好有人不好，为什么？我们不讲李登辉，光是李登辉你看有多少潜水，有多少李登辉，为什么独独一个人当总统，那其他人都没有那我们现在最有趣的是陈水扁，你看也有很多人叫陈水扁那真正的当总统也就那么一个陈水扁嘛，其他没有为什么？他要合乎这个人的八字，这个后燃力实在是很少，要他成功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名字让他能响亮，他有难以透露的玄机。所以这个都是从天书里面得到。想到这个天书就想到当时的张良。张良为得到了三部的无字天书，你看他去求黄石公，黄石公为了考验他这个真心与否，还是他看他本身有没有耐心，有没有敬老尊贤，会不会怠慢，用这样的方式里面来试试他本身的根基如何。就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要得到天书当然是不简单。但为什么天书
应该是让其他人懂嘛，为什么要考验呢？这个天书啊，如果绕在你有担负天下重责这样一个心态的人，或者是他本身光明磊落，他志在宫中为国啊，那这样的人的话当然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把这个天书降到是为非作歹啊，或是心术不正，他是想偷鸡摸狗，或者是打带跑重利益等等，那怎么办呢？不是为虎如虎添翅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他好像需要有一个考验，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把这个天书讲得清楚，而也不会影响到啊将后来为虎作伥的这样的嫌疑，这是的确很难的。所以为什么古人会说啊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有忧谗畏惧之憾，因为讲出来不一定人懂嘛，告诉你了你也不见得会去领受嘛，你也不会去珍惜它嘛，所以你要以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去若隐若现若存若亡的来告诉天下苍生，所以他要用无字的这样个领域里面来规划。所以你看他圣经里面让天下人来懂他的不是很好吗？大家都看，哎，你看出端倪，看出心得，你就会体会到上帝的心声。你看四书，你要看懂四书很简单的，让天下人一看就懂，那都能够以天下为公为己任，那不是都很好吗？那不是，因为其中还有一个很玄的哦，弦外之音，让懂得这些东西的人，他可以延伸到他的生活，他可以为国为民啊，可以安邦定国，可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本事。这就是应用懂得这个天书的人，就是把你的智慧给找回来，用您的智慧可以以天真啊，你可以保护这个社稷啊，保护这个团队，大家有钱赚，大家有饭吃，那共同维持生命，有一个共荣本事。所以应用这样的角度来找到良贤。君不见姜太公在渭水河旁，他钓鱼，他离水三寸，他也没打过钩啊。我们讲他说啊，离水三寸，但愿直离曲，不在曲中得。那事实上呢，他的目的在哪里？他在暗钓良贤，暗暗的来找到啊，可以经国济世的好人才，让他也懂得了这样的文化精神。就他自己一个人，就所有的人，他能够正己，能够化人，啊，正己化人就是让自己可以得到端正啊，经济问题没有烦恼了，他的生命没有烦恼了，他的健康没有烦恼了。之外，还要让周围的人也都能够同样品尝了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啊，这个处心积虑，这样的用心呢是非常良苦。他你看，就那幅画，姜太公在渭水河旁那个画，看懂的人哦，原来他的目的何在？他也没讲文字啊，他也没讲到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典故啊。可是，一般看得懂的人就看懂了，看不懂的人还说：“你看这个就是神话吗？啊，他怎么能够鱼怎么会钓上来呢？”后来钓到了贤人文王，这个文王呢，请他来辅佐这个国家这个社稷，来为这个社会里边来真正的啊出力。这叫良贤呢、啊？什么叫良贤？他能够做好事，他能够让文化生命可以永远传承下去。所以这个都是无字天书的范畴呀。我们的姓名其实就是无字天书。你看，光三个字嘛，你姓那加上或许你用一个字，或许用两个字，顶多两三个字。从这两三个字当中啊，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生命的啊这个迹象啊，他本身的这个往后发展的目标方向等等。你看两三个字深不深？太深了，它里边
常有理，有常有气，有数有相。而且我们说，知识可使英雄出迷津，片语呢化解呢红颜无薄命。一个是两个字，就把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气质都能够脱胎换骨、改形易张，多么难呀！所以无字天书，它的高深莫测，其大而无外，其小而无内。放之则弥六合，减之则退藏一密。你看多深奥，没有比它更大的，没有比它更小的，可大可小都可以。我们这节啊，先提到此地，我们等一下呢。扣音的时候，我们再来话家常。谢谢，欢迎啊！你广告过后又回到我们现场。我们刚接的是南投董先生，董先生你好。好，你好，你好。哎、hey, ，董先生，请问我的名字？好来，你的名字哈、哦，叫董奇义。哪个奇？奇是一个义字旁，再一个其他的奇。义字旁啊？义哎，你哦哦对哦，这里的好阿贵，个其他的奇哎，义哈、哦、一个每天的每。每左边的流水，三点水气。哦吼吼，这里有哦。来，啊你几年出？58年出的，十一月初六。十一月初六。哎，十一月初六。啊，什么时？子时。啊？子。巳时啦。哎，子时。我跟你讲吼，你这里吉利都无好啊，你呐。好好，子时。这个奇为什么？有个王对不？哎。人讲醉归醉叫啊，无聊死。啊，大家爱台吼，啊，细家爱敌。好。啊，人讲吼，你出世去大厝人惊你，啊，你讲安尼哪好？对不？好，这个肯定跟他跨楼借力的欢乐啊，你呐，对不？好，哎哎，也事业跟也婚姻那个麻烦。谢丁相，谢丁相，我女儿。哦、啊，你女儿啊？这个棋就是看婚姻呐、啊。好好好、啊，看婚姻就是婚姻的模糊啊，你呐。好好好，对不？有那个婚姻有无？有那个机会吧？我跟你讲哦，这个棋就是一面的模糊啊。好安尼哦。对。好懂意思吗？因为无好，是啊，但是无法未无婚恋，吼，是安尼。是啊，是啊，就等于诶，这里拢找人牺牲哦，没哪有一面。好好好，对不？好好好，拢要找人牺牲啊，拢要找人奉献呐。好，当然这就歹。安尼哦。对。啊，无咧婚姻的机会啊。我你讲哦，这个人就孤单孤单啊，你。好好好。人讲叫做孤卵星啦。孤卵星。啊，孤卵星就是独守闺房啊，孤来独往啊。就叫做孤男，对不？啊，你像迄个距离嘛，歹啊。其实讲袂使讲你功夫无好啦，这就是生死簿啊。诶，生死簿就是未成主死，成主死啊。迄阵想讲伊伤低吼，伤低就咧玉就是玉甲平，玉比他食。啊，唔是啊咯，唔是啦。迄个玉你是从王里从王对不对？啊，王就大，诶，鸡哪会使大？鸡若大就大只爱抬，小只爱低咯，你哪呢？对不？对对。你看这摆咧过节对不？哇，过节就是过节啊！啊，迄个鸡啊，只好都玩弄啊，哩，拢玩玩对不？哎，啊，都看作吃较大只，哎，先掠一只，有无？啊，都拢安尼，拢退人于心腹里啦。所以这个名字，从年轻到老，其实讲来拢无好，拢孤单。孤单啊！啊，但是这查囡仔生出正水啊！对不？啊，所以看起来是伊熬劲啦。对啊，伊要叫人会唱反调，叫社会趋势叫无共款呐，对不？他绝对不会随便要看上一个男人。算讲无爱个，无甲社会趋势当叫反调就对啦，要甲叫反调就对啦。人照个讲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啊，女生啊，小可大汉就开始就会花，喜欢花枝招展，对不？去招惹男人啦。啊，伊都我话这未啥一样的，你看，对不？啊，所以这里都不好啊。那么这个情况下，有啥物方法去甲解围？我你讲，其实是安尼，即马爱看伊是不是？家庭会结婚嘛？哈。人一般讲起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对。啊，通常哦，即款囡仔，甲即马来应该，那脱胎换骨来富的时阵哦，赶紧看年底看过过去未？好嘞，好。脱胎换骨哦，当作通常是第啦，心性来改变啦，心来改变啦，我改毛病去脾气，这第一要紧嘛，对不？啊，然后吼，把这个整体来个调整起来，一个人呐、啊，通常都会改善啦。啊，变得改。我讲，说实在吼，你来讲安尼讲的时阵哦，讲来回头等啊，倒不如我们有和风营哦，迄完全免费公益的咧，哎，啊就交给二八二九吼，啊你好紧呐。来去听，啊无你出来带来啊，对无？伫我了，伫中立，我知影。哦，啊足近的啊，你来的时阵嘛足简单，好无？好啊，那伊会做业体咧。
哈，伊事业体咧，事业体吼，我咧伊就爱做吼，交即个诶，人讲经济有关的啦。好，因为即个铁算盘哩咧，铁算盘足好算的。哦，诶，迄算盘排伫金甲头的哩啦，会随时对应跌，所以即个哦，做啥上好，做经济上好，花财务上好。好，伊拢咧甲伊花财务吗？伊无咧，伊即卖做中医师。哦，中医哦，啊，中医嘛是袂歹啦。好，因为什么？它也是金石之类嘛，金灸，不，金石啦。我讲金石的是啥？属于教诶这个刻画比较深刻的啦。哦，哎，它可以为良医，就可以为良相的啊。对不？所以，就是讲无法度改变讲，伊即卖就心理讲婚姻的方面，伊若准你讲可能违背常，违背社会的常理啊，就无法度改变这趟就真歹了哈。哎，我你讲，就是财路哈，我拄好跟你讲，他要跟人家不一样，连看都不看人家一眼。我问你，哪有这么简单？啊，我伊即卖行伫个中医师，哎，算是伫个顶端的生活了。伊凊彩而且凡间的凡夫俗子，伊哪看有？是不是？有伊个同款的伊个医术咧追求都无爱咧。啊，我你讲伊吼，目睭生伫头壳顶，对不？所以这方面的啊，伊较困难。所以我们在讲，他要把毛病脾气改掉。好嘞，好。他孤来独往习惯了啊，对不？他等于是贵族生活，伊无啥重视这个啦。好，了解吼。我看吼，你叫来听人讲。如果改名字啊，好。改名字爱改伊心性较要紧哩啦，福慧双修较紧啦，好嘞好，好嘞好，好你该叫你该请伊来，好不？好，好，好，就这样子哦，嘿，那祝福你谢台店，是我们赶紧接的是，也是南投的吴小姐，吴小姐你好，老师你好，你好嘿，来你要问谁？我自己，你自己啊，您叫吴什么？吴彦纯，哪个彦？是颜色的彦，没有叶字旁，他那个纯，纯是蜜字旁，啊？蜜字旁，纯洁的纯啊，纯洁的纯呐、啊。我才记得燕甲岁，你纯的不是呀，你呐，你归你主。69年。69年几月？1月21。一月啊。嘿。甲月就丢了。嘿嘿嘿。什么时？酉时。酉时啊。嘿。那你想知道什么？吃事业跟人际。你也事业跟人际啊、哦？嘿。我跟你讲，其实讲起来哦，你这个燕是很漂亮。嘿。就是这个五不太好，你人际跟你长相不太好。哦。交恁老爸吼，交恁长辈，即我看较歹沟通，较无缘就对啦。跟长辈难沟通。这个没有缘分就是不好沟通的意思。哦，哼哼，对不？那这个很麻烦啦、啊。哼，哈，对。你本身很清高。谈钱的你会不好意思。谈钱呢、哦？工作经历也拍写。哦。你喜欢照顾别人。嘿。对不对？对。可是人际关系里边这样的人喜欢管人不喜欢被人管，怎么会好？喜欢当头，不想要给人家管这样。喜欢管别人啊，不喜欢被人管啊，对，对不对？对。你有没有鼻子灵灵的？对。很挺有没有？有。很有威权的女生。对。啊、但是你也有孤僻。孤僻知道吗？知道知道。你这种要谈到婚姻也是，我看也是比较困难。是比较强势。对呀、啊，比较困难呐、啊，哦、嗯，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格局里面呐、啊，那个燕呐、啊、还可以，那个纯是不好啦。纯不好，就是因为这个纯哈。对呀、啊，我跟你讲哦，你这个格局里面都是土，土多就是水贝克啊。嗯。啊，水贝克就是也跟财有关系。嗯。对不？对不宅啊。哦。啊，再来，你的健康一定会有问题。健康。对。嗯。懂意思吗？嗯，身体比较不好。你的胃不好、嗯啊、你的鼻子支气管肺部也不好、嗯、对不、啊、你有那种剔骨拉稀，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干干杯杯的啊。哦，好好好好，有没有？嘿，你这个血、哦、都比较枯啦，比较枯，你知道、嗯、啊稍微有力，你的手掌心哦，热、嗯、天人有种烧烧。嘿，对对不对？对对，那叫做血虚。血虚，那有个中医的人讲，知你这个病变叫做血虚的病变。哦，这样子。对。那主要就是在那个唇哦。这个唇哈、哦、会带给你有很多问题。你在 MC 来的时候，你看你今年才23岁，对不对？对。你的心跳就会特别快。嗯。心跳哦，就会特别快哦。有吗？我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哎，你要注意啊。对。所以那个就是代表着，好像是内分泌失调。
内分泌失调。对，但是因为内分泌失调，血不足嘛，所以才会心跳过速嘛。哦，这样子。啊，血就是水啊，啊，你如果水不足啊，你的腰肾就不足。了解这个意思吗？我懂，我懂。好，所以就那个唇就是底下那个字，上进上，下进下，左推右移，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左边，可以看右边，整体来看，对，就是那个唇不好，了解吗？我知道。好，就这样子哦，嘿。哦，好。好了，祝福你哈，谢谢来电。是我们刚才接的是埔里的邱先生，邱先生你好。只是邱太太啊，你是邱太太哦，嘿嘿嘿，不好意思，老师好，你好你好，我问我孩子哈，邱荣焕，哪个荣？投笔从戎的那个，哦，这个荣啊，焕呢？焕就是王字旁那个焕，这个焕，好名字哇，这个名字是太好了，他几年的？79年，哇，属马的更好，79年，来。11月25号，什么时？生时。生时哦。这个八字是不是很好了？但是这名字是好的不得了。问他的性情这样子。这个名字也是新改的名字，没错哈。对，老师好厉害。油清胃甘嘛，啊，这个12画，这个6画，这个18画，这个以后啊可以管理众人。管理众人。管理众人，他懂得管理学，懂得去管理众人。所以这个可以做领导阶层，领导的 top， 懂意思吗？他的个性呢？他个性是很坏的，那怎么办？个性可以改啊，个性可以教育啊，可以从后天里面来让他调整啊。他这个新名字可以给他改变吗？可以。其实这个孩子哈，我坦白跟你讲哦，他的左宗教就很好了。这个人喜欢照顾别人，喜欢做老大。你知道吗？你就给他去管理众人嘛。好，管理众人以后，他就是这个用尽脑汁啊来管理别人，那就会管理到自己的啊。他这样子，他以后那个学业好不好？我讲这个走宗教就会很好，因为脑筋很好嘛。这个脑筋特别好，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现在还不错啦。他的脑筋都是喜欢照顾别人的。想康想胖想有诶无诶安尼作祟就对啊。对。所以这个孩子慢慢的教育哈。你有没有听过捉畜除三害？有没有？他把自己给除掉了，原来的不好的脾气改掉了，不就除掉自己了吗？老师说宗教是说是回精神寄托，还是讲安怎的？他懂得怎么来把他自己良心找回来，这是宗教的主要目的嘛？认识宗教，其实大家都把它弄误会了，就是拜拜啦，或者是要烧香来念经，其实宗教是找回自己的根本呐。如果他能够找回自己根本以后，这个孩子不得了，明白吧？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你说，就是之前我有 call TV 问因爸爸老师有跟我讲说他因爸爸为他都不要听啊，他现在换这个名字，他有没有改善？当然要改善啊。有你主要目的就是要给让他脱胎换骨，要让他改毛病去脾气嘛，不是吗？对对对。所以你慢慢的因势利导。孩子就会改变，好不好？好好，就这样子啊。好了，祝福你哦，谢谢来电。是，我们刚才接的是台北的段小姐，段小姐你好。喂，老师你好。来，你好。那个，我想请一下，因为今天中午我妈妈有请你帮我算那个新的那个名字。那我现在大概看了一下那笔画啊，是，它好像是在那个地格的地方吧？23画不是对女生比较不好吗？不要担心什么对男生对女生。好，你后来取段什么？我没有看，我只是大概看那个笔画。我中间给你9画，底下给你14画，对不对？对对对。正好啊，是32画嘛。对。你看这个段是9画，对不对？这就是10画了。这变成18画，这变成23画，变成15画。你看得到画面吗？看得到。看得到哈。这就是水嘛。这就是金啊，这就是火啊，这就是土啊，这是木，不是五行都具备了吗？有没有？这个让你脱胎换骨，让你整个做一个改变。其实啊，我给你批了很多个字哦，你回去仔细看。好，我还没有看到啦。啊，我还没有看到。是啊，你今天正好是满月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把名字啊稍微看一下。那另外，我从你命盘当中，我帮你解析了那个12条啊，你回头仔细看看。但是我有一点在命盘没跟你讲，我现在跟你讲。好。你跟你老公的意见常常会相左。好，因为你们两个的看法呢是不一样。你会为感情为婚姻哦要死要活，对不对？可是呢，从那个慢慢去调整以后，
那就会比较好。房间是要用你的房间，方向要用老公的方向，好不好？好好好。那你刚才意思说那个23号那个没有关系啊？哎、欸，你不要担心，这笔画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说我会看那个书啦，那个书写我会看的，我觉得怎么是这样子？你请听我说哈，宜其尽信书，就莫若无书。你要相信那些书，肯定都是垃圾。哎，我不是一竿子打翻整船的人哦，因为不懂书的人会把它不能善用，那不就完蛋了吗？好，好不好？好，哎，你就要从那个角度里面来学习，好，祝福你哈，谢谢艾顿。来，我们赶紧接的是南投的哎李太太，林太太哈，你好，哎是林太太，你好，是，来你要问谁？我要问我孙子。你孙子啊？嘿，哦啊，伊叫啥名？叫做林修宪。修宪呐、啊，嘿，修宪法那个修宪呐、啊，修法的修啊，啊宪呢？宪时，宪、欸、宪法的宪，嘿，宪法的宪。哦，你准备叫做国代哦，起码无国代啊，起码宪法的工作交给立法委员来做。嗯嗯嗯。哎、欸，来，他几年次？哎、欸，就是刚生嘛，91年。91年的啊。9月16。这是农历的啦。嘿，农历。8月几号？8月10号。10号什么时？诶、欸，早上10点呀。哇，我跟你讲吼、喔，这个八字吼、喔，下这个名是下不起来。下不起来吼、喔。这是小十八年，还是剩16位了？嗯哼。啊，你又个到达都要买，好34位，对不？嗯哼。那这不可以用啦。不可以用是吧？你开玩笑，你别给当作小老鼠了。我。迄个肾有一个心，心就是肉。你敢有听到讲买食肉？我唔捌听。唔捌，就是变小买，你知是？对不？所以迄个肾绝对袂使用。袂使用。啊，迄、那个小里底有两个人，你敢知？你来看，才一个人对不？啊，才佫一个人。啊，你既然有两个人，迄一个买一只人就好啦。吼，一只买一个人就好。那一只买两个人吼，伊的负担受重，伊会垮，会变老塞买。老塞买，敢听有？跳，没晒啦。啊啊！那总讲要叫你敢投名，你晒无？哎，罗那未晒。啊！我你讲吼，你当吼，你用你去找台中啦，好不？你找台中的电话，安尼就可以。台中电话我敢那有抄起来。有安尼，你找台中，你再改联络我，好不？好不？好，就这样子哦，嘿。好，我你讲，你那吼户名吼是袂使讲清清菜菜。系对啊。你爱可以吼，人讲君子人生正其名，嘿嘿，名正而后言顺。嘿。啊，名若不正哦，言就不顺。对。了解吼，好不？好，甲你恭喜啊，嘿。好，谢谢。好，啊，少年就是最阿妈哩。好，恭喜哈，谢谢来电。好，谢谢啊，嘿。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啦，一溜烟过去了。其实我们今天啊，一直在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哈。不是用笔画数来决定这个人吉凶祸福，因为我们讲字就是无字天书嘛，它涵盖的部分非常的深广。刚才其实手，我看叫做笔画数来决定的好不好哈，那就是笔画学就好了，不叫姓名学。这姓名学涵盖的部分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所有人事行政它都能包含呢。那是唯一三里中间衍生出去，它有字里行间。所以啊，我们利用这个2天时间哈，9月28、29。观众朋友哈，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概念，有这一方面想要求知的欲望，那你都可以到屏镇来。我们那一天呢、啊，这2天时间完全是公开的，让我们来了解，进入到哎这样虚灵的实境，来了解这种弦外之音，哎那种抓不到、听不到、看不着、摸不着的这个东西，它能够孕育了人生很多的这个大道理。它是超越了命理学的这个范畴，它一定不是仅限于命理嘛，那就是太小气了嘛。它可以看你的健康，所以你要有中医的概念啊，中国人的医学概念啊，你还要有啊这个科学的概念、逻辑概念，有理哲学的概念，所以这个涵盖的部分啊非常宽广。谢谢您支持，也谢谢您收看，谢谢。